那开车将近1300公里，从波兰来到了卢森堡。那一提到卢森堡呢，很多朋友会对这个国家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这个国家呢，是少数几个在世界上非常富裕的国家。那除了这个头衔之外呢，卢森堡也是在欧洲地区和瑞士能相提并列的离岸中心。所以我记得我在去年和大家提出的以及引入的卢森堡因斯签证的时候，有许多朋友对这个签证项目或者是说成移民项目非常非常的感兴趣。那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这个项目从去年引入开始直到今天也没有正式的办理。就是因为卢森堡呢，虽然它是离岸中心，但是卢森堡的境内开户其实监管的是非常严格的哈，所以这个和瑞士有一些不同。因为瑞士的话，任何一个外国人只要持有有效证件，你都可以在瑞士境内开出瑞士有效的银行户头哈。卢森堡的话，我今天走了，就是本人去的话大概是5-6家银行。然后如果大家看这个卢森堡地图上的银行的话，我相信是将近100家的。卢森堡也是在欧洲地区少数的几个国家拥有非常多的金融机构以及银行的一个袖珍国家哈。那我今天走的这几个银行呢，包括但是不限于比如说 ING 银行、 BNP 银行、卢森堡国际银行、卢森堡国家银行，包括中国的中国银行、 ICBC 工商银行以及招商银行，这三个中国银行呢在卢森堡也是设有分部的。那我今天呢是大概是去了这几个银行，那这几个银行得到的答复呢，除了 BNP 银行之外，其他的银行如果是外国人来卢森堡开户，你得到的答案将会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外国人不可以在卢森堡开出个人的普通银行户头。那这里面的焦点问题呢，主要出现在了这些银行呢都是需要你和卢森堡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你在卢森堡有工作，或者是你在卢森堡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那这两种情况呢，卢森堡的各个银行都是可以给你开户的，所以这个要求呢和英国境内的开户流程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呢我也不意外。但是大家听到这里呢也不要完全的气馁哈，因为卢森堡的因斯项目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因为中国人呢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是希望往这些超发达福利超高的欧洲国家走。你像北欧三国，在这个西面的话也就是卢森堡了。瑞士的话和卢森堡相比的移民过程就更难了，因为瑞士的话它是没有因斯签证的。所以大家如果想申请瑞士的话，除了结婚工作留学之外，如果以私人原因申请瑞士签证或者是瑞士的长期居留基本不可能，包括瑞士的国籍也是非常难取得的。那卢森堡的签证要求和瑞士相比以及其他非常高发达的欧洲国家相比呢，它还是相对简单的，所以签证这个问题上呢问题不大。现在的焦点问题呢就是外国人如何在卢森堡境内开户哈。我现在呢正在和 BNP 的一个国际经理进行交涉哈，他的名字叫 Christine， 是一个男的。我一开始给他的名字看成了 Christina， 所以搞出了一个乌龙。我是今天没有和 BNP 银行有约，所以我直接就进去了。然后负责非公民开户的这个 Christine 呢，他今天有事情，所以我和他约到了是这个周四进行电话联系。然后 BNP 银行呢目前是有可能给外国人进行开户的，然后他的要求呢也不高，主要是提供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了。然后和其他银行相比呢， BNP 银行并不需要你在卢森堡工作，也没有硬性的投资，所以理论上你只要持有有效的旅行证件，本人来到卢森堡就有可能在 BNP 银行开出一张卢森堡的本地户头。但是这个事情呢我需要在本周四和 Christine 进一步的核实，所以大家需要进一步跟进我的视频哈。所以我感觉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 BNP 的前台呢他对这个非本地居民开户的事情似乎也有所了解，他说的话问题应该不大。
然后他说具体事宜你还需要和这个就是 Christine 联系哈。所以我记得当时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包括中国内地的朋友和我联系关于卢森堡开户的事情。我当时是和大家说现在情况不确定，因为我当时在英国境内咨询的情况是开不开，今天本人来到了卢森堡呢，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情况。但是无论怎样呢，大家需要本人来卢森堡，就是开户人必须要本人出现在银行内，你才有可能开出卢森堡的本地户头。所以卢森堡的INSS签证的关键以及最困难的一部分呢，就是你的开户。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卢森堡境内的开户完成之后，大家在申请卢森堡的INSS签证的时候，就不应该再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因为所有的流程需要按照这个签证中心的要求走就可以了。所以最主要的，在卢森堡境内的80,000欧元的存款呢，大家一定要满足。所以我相信对于这些有可能来到卢森堡的人，就是说你之前是可以签出至少是旅行签证的，那这样大家在这个汇款的时候，我相信问题已经不大。如果大家是希望通过我办理卢森堡INSS签证的话，我很显然可以协助大家先来到卢森堡开户，开完户之后在中国境内提交你的INSS签证申请。鉴于你在国内如何把钱转到卢森堡这个问题，很显然你需要在中国附近的国家想办法，比如说澳门，比如说香港，比如说新加坡，或者是泰国，或者是其他你的渠道哈。然后对于卢森堡境内的开户呢，这个服务我是收费的，因为我需要从英国或者是欧洲其他地区赶到卢森堡，因为我并不是长期居住在卢森堡的。所以大家如果是希望通过我协助你们在卢森堡境内开出卢森堡的本地户头的话，这一部分服务是单独以及独立收费的，大家在之后申请卢森堡INSS签证的时候是签证部分的费用。所以开户费呢其实并不包括在卢森堡的INSS签证的服务费里面，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在今天就和大家说清楚。当然如果你自己能力非常强的话，你也可以办出有效的申根签证，你也长期的和欧洲有生意往来，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搞得定在卢森堡境内的开户事宜，你也可以自己申请。那银行的话不出意外就是 BNP， 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卢森堡的最市中心，今天跑了5-6家银行，大家如果来到卢森堡的话也可以自己问哈。其实我到现在对这个地方都没有一个国家的概念，因为卢森堡实在是太小了，就像是一个小的村庄一样。包括我问银行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因为今天是周二，有很多银行是不对外服务的，所以银行里面的员工都和我说你需要去村子的另一边。所以大家从这个词汇中就可以体会出卢森堡到底是一个多小的国家哈。所以这个是我来到卢森堡的第一感觉，实在是太小了。那除此之外呢，通过车里的广播，卢森堡的语言也是相当相当的复杂哈。那在卢森堡境内呢，有3种的流通语言，官方语言很显然是卢森堡语，但是在卢森堡呢，有很多的法国人，包括卢森堡的广播，卢森堡的很多路牌街名都是用法语写的。但是除了法语之外呢，我也听到了一些说德语的人，所以卢森堡。所以在卢森堡呢是大概有3种语言，官方的卢森堡语、法语以及德语。但是大家如果来到卢森堡生活或者是来到卢森堡开户的话也不用担心，因为就像我说的，卢森堡是少数几个特别富裕的国家。那这些特别富裕的国家的人们呢，他的语言特别是英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今天全程使用英语，小到超市、餐厅，大到银行、移民局，各个部分的人说英语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大家在卢森堡生活呢，是可以不用考虑学习德语、法语或者是卢森堡语。当然如果入籍的话是需要考语言的，如果你就是说来这边享受、来这边生活的话，英语的话就注意。所以这也是大家移民卢森堡的一个一大优势吧，就是语言方面的优势。我认为因为在欧洲地区，不管你是移民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的英语交流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糟糕。你如果想这个深度融入这个国家的话，一定要细心的学习这些国家的语言。所以大家从卢森堡的地理位置也可以看出，卢森堡是离法国非常近的哈，然后和德国也挨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卢森堡有大量的人是说这个法语和德语的。事实上卢森堡的主流语言在我今天的观察来看呢，确实是法语。所以大家如果会法语的话，
来卢森堡应该会如鱼得水。当然就像我说的，英语呢也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大家在选择移民卢森堡的时候呢，不要一味着想着这个是一个高福利国家，这个是一个离岸中心，这个国家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富裕的国家，这些标签并不会给你们在卢森堡的生活带来任何的优势哈。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没有钱，你千万不要在卢森堡生活。大家如果想在卢森堡买一套房产的话，基本上这个价位和香港是持平的。所以我认为，如果你想拖家带口长期的在卢森堡以因私签证的形式移民的话，那你的存款如果少于1000万人民币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考虑卢森堡这个国家哈。因为它的这个住房开销，我认为在欧洲除了瑞士之外应该是第二高的一个国家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到达卢森堡的一个总体的印象。虽然作为离岸中心的卢森堡的开户并不是特别容易，所以大家对于卢森堡因私签证如果特别感兴趣的话，需要等我跟进卢森堡 BNP 银行的更新视频。如果 BNP 银行对于外国人开户没有任何异议的话，那卢森堡的因私签证 EUR 移民会在今年的6月份以后正式的启动。